曾问过自己，应该如何适应如今飞速变化的节奏。我曾质疑过自己，到底我现在做着的一切是否正确。我曾彻夜难眠，思考事业的未来布局。我不断自我反省，但往往都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方案。如今，团队已不在，伙伴已离去，我该何去何从？多少人因为不踏实的投资机制而陷入财务僵局？多少人因为新型挂名业务而遭受诚信质疑，损了人脉，毁了人际，失去信誉，失去朋友，最后我自己都开始在质疑自己，是不是做错选择了呢？按部就班已不再是成功的关键，我的答案最后却在一套方案上寻获。一个属于富具1491的企业蓝图。时代在转变，我们也必须改变。 P30 带来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希望，大幅度缩短盈利收益所需时间，并提升利润。与此同时，强化引流效率，应运5G时代而生。我们都在为人生拼搏。我要成功，我要改变生活，我要改善人脉，我要实现梦想，我要名利双收，我要创造奇迹，我要造福社会，我要报答父母。给我改变的机会，给我翻身的机会，给我创富的机会，给我突破的机会。 P30 一个再造人生的方法机制。解锁幸福年我。